我觉得你完全是在自我安慰。赢什么呀？你都被他带坏了，今晚加班啊！土队那边把情况跟我说了，特意让我带人来一趟。云豪，现在只有你对他们这套密码通讯系统最了解，发邮件的任务就拜托你了。我已经根据这些密码本设计了一封邮件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数字真正的含义，所以只能靠已知的邮件去模拟一封，但是我怕会被看出来。现在这个安德鲁金的确是我们唯一值得深挖的线索，也是最直接的线索，只要对方有回应，就是突破性的进展。我觉着都放松点，是吧？甭管他是金呢还是银呢，咱们警检两家一起还干不过一个人吗？元浩，放开干，发吧。好。发出去了。这都半个小时了，他也没回复。不会这个安德鲁金真的在国外，有时差吧？我现在有点怀疑，是不是我那封邮件打草惊蛇了？来了，说什么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又来一封，中国警察，说，咱们回他吗？元浩，你回复他，你问他，你跟宋白宇是什么关系？别灰心啊，现在已经很不错了，是吧？至少咱们现在已经能跟这个安德鲁金对话了，这也算掌握了主动权吧，是不是？啊，老钟，我觉得你完全是在自我安慰。赢什么呀？你都被他带坏了，今晚加班啊。那个，远航，你这身体盯不盯得住啊？我没问题。行，那就辛苦你了。你这样，赶紧把这些邮件整理一下，给小鹿送过去，让他反向定位。好。